19枚国会大厦一生硬币全套，一生国会系列1967至1988年。我们先看背面，以便知道什么年份没发行。1969没有发行。1972没有发行。1974和1975没有发行。1973年有两种，那就是铜。和同胞纲。如果想知道如何辨别，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。接下来看正面，正面是马来西亚国会大厦。有意收集全套的朋友，记得不要找没有出产的年份了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有人找1972年，他说有人愿意付几千块来买，请不要人云亦云，而是必须先了解。这套里的19枚比较有价钱的是1968以及1970，虽然1967是开门年份，以及1988年是闭门年份。